来订阅我们吧。阿爹多多，嗨，小朋友们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猴多多，这里是多多救援队，想不想要加入我们，成为多多救援队的一员，一起去帮助大家呢？那就赶快点击左边的播放按钮，进入游戏吧。小镇居民有困难，呼叫多多来救援，看看小镇有什么情况发生吧。咦，这儿有情况。哦，天哪，是森林着火了，小猪被困在里面了，我们赶快去帮帮它吧。别着急，出动救援前我们要穿好装备，佩戴上飞行耳机和飞行眼镜，这样我们在空中就可以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。再穿上空中专属的飞行服和飞行裤，哇哦，真是太酷了！别忘了拿上对讲机和定位仪。装备完毕，接着我们来组装一辆救援直升飞机，螺旋桨、直升机身体、尾翼、起落架，准备完毕，准备出发喽！做得真不错。飞行过程中，我们要避开雷雨哦。火箭可以让我们加速。做得真不错。哎呦，别着急，一定要小心一点哦。终于到发生森林火灾的地方了，火势太大了，我们赶快把小猪救上来吧。转动绞盘，放下救援梯，再次转动，帮助小猪登上救援飞机吧。别忘了还要灭火哦。打开水袋，帮助灭火。做得真不错。哦，水袋缺水了，我们去补充点水源吧。做得真不错。打开水袋，火完成，返回救援队总部。哦，小猪身上好脏呀，我们帮它清洗一下吧。嗯，终于干净了，再用海绵帮小猪擦干身体。哦，小猪受伤了呢，我们来给伤口消毒吧。为了避免伤口感染，一个棉签只能给一个伤口消毒哦。最后，我们再给伤口涂上药膏。贴上创口贴，好啦，伤口处理好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小猪检查一下身体。哦，火灾的时候，小猪吸入了好多灰尘呀，我们帮助它把灰尘吸出来吧。耶，灰尘处理干净了，再检查一遍小猪的身体吧。太棒啦！小猪的身体一切正常。森林发生了火灾，很多树木都被烧毁了呢，我们来给森林播种吧，这样来年又可以长出许多大树。用水袋给种子们浇浇水，
快长大呀。哇，树木又变多了，森林恢复原样了，真是太美了。那我们赶快把小猪送回家吧。看，小猪回家后可高兴了呢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还获得了小猪救援徽章，你也赶快来试一试吧。